疯了，若姐姐都不肯信，在这后宫之中还有谁能信？婉嫔出言无状，朕岂能容你？臣妾没有。送往蓬莱州闭门思过。皇上最恨贪官污吏，没想到竟贪到后宫来了。贱人，你竟敢出卖本宫！阿妹，你做什么？景仁宫岂容你放肆？周一至周四晚间10点至12点，后宫甄嬛传。